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密乘的文殊根本序中明确指出，佛说破戒人修密不得成，不入涅槃城，城边亦不至。说众生若以破戒律，必无机会趋善趣，不得转身至善趣，殊胜安乐亦不得，何况佛转至密乘，必无修成之机会。虽然小乘行人的发心是为了自己脱离轮回而守护戒律，密乘行人则为普度一切众生而受持戒律，两者在发心上有很大的差别，但外在的行为取舍仍没有差别。莲花生大师曾说，后世的修行人行为要遵循小乘，应分别持守出家或在家的别解脱戒。修法者，人人都必须手持清净戒律，这点和各自的能力、福报没有关系，没有任何校正显示，破戒且为忏禁之人不堕恶趣。Thank you.
贤上师言教中讲说，一切上师无上的大悲心，就是摄受弟子传法灌顶，使弟子知道取舍的学处。如果弟子过了根本戒，又想依靠上师三宝的加持，死后不堕恶趣，且往生佛国净土，显然这是不可能的。因果是不会错乱，虽然上师三宝有大悲心，但也无法改变此种人的命运。总之，别解脱戒是密乘和显宗大小乘学人所应共同受持的戒律。三乘法要都是世尊教我们对治烦恼的正法甘露，我们不能妄加取舍。大乘显密弟子必须同时修学小乘法要，具备小乘的功德，而小乘修学人也最好能修菩提心，进入大乘显宗和密宗。守护戒律的一切学处，就如同守护自己的眼睛。在五浊恶世末法时代中，已非常稀有难得。如果有人自相续中远离了小乘、大乘及密乘的根本堕罪，那么他就是五浊恶世末法时代中持戒清净的人。在守持根本戒的基础上，应尽力守持
三乘戒律的知分戒，如此对自己而言，能增上功德，减少过失。对他人而言，一个人持戒精进，别人见了，自然会升起恭敬心，使他们种下善根，从而使佛法在世间长盛不衰。末法时代持戒的人与客观环境都不如当年世尊在世时。当年修道气氛浓厚，人的根基深厚，戒律清净。现在修道气氛淡薄，破戒障缘大增，众生的根基也远不如前，烦恼越来越炽盛，持戒的难度也越来越大。但现在如能尽力持清净戒，所获得功德也会远远超过从前正法时代。在等持王经云：今恒沙数劫，无量诸佛前，供养诸床幡、灯具、饮食等。若于正法坏，佛教将灭时，日夜持一戒，其福甚于彼。另《大乘无量寿经》也说，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中精进修行，手持一日一夜的境界，比在极乐世界
修行一百年的功德还大。因此，我们不要因为处于末法时代而自怨自艾，应多思维末法时代实境界的利益，断除疑惑，努力持戒，在这种恶劣情况下产生厌离心、出离心，精进持戒修学，其修持的进展速度也会很快。在《比丘亲爱经》中云，戒律是最殊胜的安乐，戒律是解脱之道，戒律是一切功德之基，戒律是成佛之因。如果一个人对轮回、对世间八法还有贪恋与执着，他就不会得到真正的安乐。对世间法产生了坚定不退的处理心，对解脱道产生了向往之心，且守持境界，就会得到三宝的加持，从而升起真正殊胜圆满的安乐。故说只有戒律才是最殊胜的安乐。又云，亲近受戒人，形色极殊妙，安住戒律中，诚信诸穴处，此人一日中积福无限量，终将获佛果。Thank you.
境界的人，将获得端严的色身。一个常安住在戒律中，对戒律学处升起不退信心的人，在短短一日中所累积的福报也是无量无边，且由此而将得到无上佛果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你以为是糖果、咖啡或奶茶可以提神，其实这些都是毒品。新兴毒品以可爱包装混入多重毒品，让你降低戒心，小心这些。哎嗨哎嗨，好奇一试，青春一试，防毒反毒不碰毒。各位乡亲，在道路上行走千万要注意安全哦，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，若未画设人行道，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，赶时间没车撞啊。步近100公尺范围内有行人穿越道、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设施，不得随意穿越道路。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，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停止限制路缘范围，或路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3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。遵守行人路权，路口大家安全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凡是出自动物身上所获得的产品，无不是从动物的惊恐和痛苦所换来的。如今市面上被商人美化的羽绒，皆是从白鹅身上痛苦扯下，甚至胸前满布鲜血创伤所得。如果伤口太大，甚至不打麻药就直接缝合。国际动物慈善组织 4PAWS 近日揭露，由于火拔的鹅毛比机器从尸体上拔下的价格高出10倍，不少商人为获取更高利润，采用极不人道的手法，从活着的家禽身上活剥它们的羽毛。然而，火拔鹅毛给白鹅带来剧烈疼痛，会出现脱肛的现象，数天才能恢复。许多鹅由于惊吓过度，加上全身大面积的疼痛，2到3天无法进食。而此苦行会在冬天进行3次。虽然大部分的厂商宣称他们使用的羽毛是取自屠宰场的动物尸体，但因为在机器屠宰与洗涤的过程中，羽毛难免会受损，因此在市面上从活着的家禽身上手工拔下的羽毛仍是市场的爱好。您的选择决定了他们是否要接受此般皮肉剧痛的苦行。在现代越来越多人知道皮革羽绒制作过程的残忍后，开始选用替代材料御寒。以羽绒为例，许多人造纤维已经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，足以应付-5度至15度的低温。如 Gore-Tex 这些物料有大小刚好的围孔，除了能挡风也防水，适合在雨天或下雪天使用。另一种革命性的材料如 Synthrate
是世界上第一款能和羽绒在各方面都能媲美的人造填充料，隔热性能比一般羽绒优胜，而且比羽绒薄身，其防水及透气性能极佳。此外 Thermal 御寒能力和一般羽绒相当，约可应付零下15度至5度低温，比羽绒薄不臃肿，而且防水防潮防磨损，是所有人造御寒填充物料中使用年期最长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轻巧美观便宜抓毛衣 Feelings 可供选择。现代一般的寒冷天气，不少人造物料其实比一般羽绒还要优胜，因为在同一保暖度之下，它们更轻巧薄身耐用，而且防水防潮，不像羽绒遇水或潮湿就失去保暖效果。冬季即将来临，您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命运，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。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，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。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今日是六斋日，是四大天王摄察人间善恶之日，恳请大众修持八关斋戒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不眠坐华丽之床，不着香花瓣，不旁有道心，不观听寡母，不非时事，也就是持斋过午不食，随喜功德，阿弥陀佛。